当你不在家，你的猫会想你吗？旺仔，我在加班，你不用等我，我等会就回来啊。没想到他却一直在等我。我不怕你爱不爱我，只害怕你以为爱我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不想看，今天什么都不想吃。你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老六。又管我什么事？昨天被你踹了，我感觉自己都有脚气了。听说你列表里的第四位一定也是个老六。那你把老秦让他出来干什么？我记得他读的那个大学好像能治你的病。没想到老秦读的还是医科大学，那不是应该先治你吗？他好像治不了人。他不会是兽医大学吧？好像叫纽伊斯特大学。他学的什么专业？你猜。你看这是什么？碾压机。嗯，好像对你来说确实是碾压机。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们来商量一下蹦极第一视角的事情。不是还没定日子吗？但是我怕等太久他们取关我。等看来了他们照样取关你。所以这集我想先拍个预告。关我屁事。这不是只有你的蹦极经验丰富吗？所以呢？所以关我什么事啊？想问问你大鹅跳的怎么样？真不错，可以再来一次。下次就轮到你了。那可不一定，也许大家更喜欢看你跳，看你。